19岁小女友吴千语火热恋爱全不停，林峰也不忘在春节到来之前与粉丝提前庆祝。26日 A Time For You 林峰演唱会终于在香港拉开帷幕，吸引众多粉丝前来之余，吴千语自然也前来坐镇。不过不肯让恋情见光的林峰就与吴千语所属的黄百鸣公司做挡箭牌，不肯承认吴千语正宫位置。而且我是邀请他们全公司的人，因为跟他们公司这几年百鸣哥也真的很照顾我，那也跟他们合作了好几套，真的合作得非常愉快，所以今天我也看到他们公司有好几位同事一起过来。如此大打太极，众多媒体自然不肯放过林峰，当场逼问他与吴千语关系，让他不知所措到尴尬冒汗。会不会被大家问的我都不知道该回答什么，因为但是很感谢大家这么关心。而作为一连三场演唱会的头阵，林峰自然也十足卖力，不仅穿背心上阵，大秀手臂结实肌肉，与女舞者贴身辣舞，更请来台湾偶像团体 Lollipop F 助阵，与威廉及阿伟三人合体玩起风火轮，在舞台上转到头晕目眩，也引来台下粉丝一片惊呼。300位搞笑牛人带来属于网络的欢乐才艺。这是优酷为您带来的《我是传奇二欢乐集》。